志愿呢？有志愿呢，三个而已哦。阿秀的哦，我们今天贡献两颗的，我们西兰兰及新塘的例子。兰兰，有谁？哪三个？有志愿的吗？第一位帅哥上来了，第二位帅哥谁？来自彰化的那个谁啊？站起来好不好、啊？来自彰化的张先生。志成啊，志成，来自我们西兰吉兰的家将团。啊，家将团的。哎，为什么跳家将身材都要像你们那么好？来看一下。这样子才可以的。哦，才两岁的吗？来，两位的再来一个。现场有没有帅哥？有没有帅哥志愿的？有举手。王伟仲吗？伟仲。伟仲。好啦，上来啦。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，来。他是我们长隆中学。怎样？读几年级班的？老同学。哦。长隆中学，来。我们呢比较特别一点点，来。因为很酷哦，我们呢男生比较不一样，有奖励就有惩罚，对。那好彩头就只有一个，就只有这一个大枕头，所以我们要用抢的，对。他怎么抢呢？我们呢，好，我们呢，请帅哥到台下这边，这个空位，这个空位，对。我们呢，新郎俊逸要用丢的，好。来，不是啦，你们也要跟着下去啦，老婆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来，我们要用丢的，对，哈。跟你讲，抢中的就有那一颗好彩的哦，没有抢中的有两个惩罚，这两个惩罚来签给我。还有啊，对，在老婆拿着，哈。抢中就有那个枕头，没有抢中有两个惩罚的签，好，就是打开，对，打开怎么用就怎么处罚啊？来，好，那就是势在必行，好，一定要抢中。哎，新郎，我们都走到正中央好了，我发现这里比较安全一点，也比较好丢，好。有枕头，没有抢中，另外两个要惩罚。好，来，请我们俊逸，俊逸你是要往后走吗？俊逸你是要往后走，向后转吗？不然你怎么知道要丢给谁？三秒，我数三二一，啊，你就向后转啦。不是啦，你这样是往前丢，你要向后走。对，要这样抛。啊，你稍微看一下哦，那个抛物线，好，看抛物线。老婆的指示，老婆来数三二一哦，听老婆的指示哦。你们三个站太远了啦，你以为他是投棒球？你们三个站近一点点啊！我看到这个都没有听过这个话。三个站近一点点啊，往前一点点啊！你以为他那么厉害？可以哦，好来，老婆你来倒数三二一哦，用抢的先抢先赢哦，老婆。财，这也是财源滚滚的礼物啦！哎，都有啦，都
赶过来，来，我们先从财源滚滚来，要送给你。没有，后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刚才那么辛苦的抢，哎，这一张不错哎，奖章怎么的？来来来来，啊，再来，哇，再来，哇，美金一大叠，有钱花。来来来来来，帅哥来，请来来来靠近。希望呢，你一辈子永远都有钱花。来，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来来靠近，我们拍个大合照。来来，麦克风我拿。来，你以为抽中就是那个没有？你还有。我都有怀疑，我有看到金戒指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讲什么？妈妈，我上顶秋季。我知道。哎呀，来，自己亲手送给他。啊，这个先拿给这一位帅哥，赶快就帮我打开。你得大奖，除了拿到好彩头之外，讲个祝福的话。阿鲁丁，去救你姐姐，我马刚刚怎么样过？来，讲个祝福的话。我这边接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来，讲个祝福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呢信念送给你。我然后推了麦克风，帮我们看一下声音。你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，因为你早生结修生出来啊！哇，谢谢姐妹，送送送嘞，拍个大合照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好。还有，大家有价够有量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要爱的寻宝。